天崩开局，破损野牛二减二包，没错，是突击模式。哦，要我说，这个模式运气比什么都重要。像我这种脸白的人，走路都能捡到六级甲辐射板，随便发现一个敌人就站着不动让我打。你看，还是个七级呢。发达了，一波肥，有没有辐射板？晨光都不是吗？不会吧？还行，速度减，可还被辐射着呢。这么肥，还是小瞧了他。不过我背包满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没用的，赶紧丢，耽误大事儿了。太香了，这还待着干啥呀？直接走人，分分钟收获200多万。我说啥来着？运气好的人就玩突击模式。辐射区我已经没想法了，但是 boss 或许还可以有点，反正这个 boss 又很呆，根本打不中我。草率了，没事，我只想再次证明突击模式我的运气有多好，竟然给了一把完好 AK。 突击模式来说，妥妥的天命开局了，随便捡个包就有762子弹，有子弹就有伤害，可比上把厉害太多了。先捡几瓶饮料很有必要，感觉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天赋了，跑得这么慢，伤害也小，开箱子都慢。 boss 还在不是个好消息，捡不到5级了。还记得我之前说啥了吗？运气好的时候走路都捡六甲辐射板，你看那是啥？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明显不对，但我光脚不怕穿鞋，主打就一个稳赚不赔。捡到就是赚到啊，还有七级甲，绝了，连子弹也准备好了，已经很明显了不是吗？这人不知道怎么量的，但应该不是被人打的，真是运气逆天呀。我说的是我，就差一个背包，打个 boss 就有了。讲道理，像这种白捡七级的情况，一个赛季也碰不到一次，偏偏在我突击模式的时候遇到，你说有没有才？我甚至感觉这就是我的本命模式了，怎么每次都这么欧啊？玩好 AK 不太行啊，打个 boss 都半天，改进 M16 就算了，黑鹰六甲也算了，刚才还是香饽饽，现在已经不需要了。我还需要一把好枪，再好一点也行啊。好在这里从不缺枪，那边有情况，真想直接冲过去，但先开几个武器箱也不迟。来把762的，精致的就行， AUG 就算了吧，没子弹，虽然有把改妹，但没配件，也是派不上用场。来吧，应该不难吧。 Nice， 完好换精致，整整提升2个档次。现在我的装备已经登峰造极了，再开一个就动手，连卓越都来了，真可惜没有556子弹。既然如此，再开一个也无妨，人还能这么快就溜了吗？接起来的真突然，我在怀疑我是不是突击圣体，怎么玩的这个模式脸都白了，已经好久没见金枪了。 Nice。糟了呀，又草率了，难道人真走了吗？挺多箱子没开呢，这么没追求吗？这就是之前封烟的位置，好像没什么需要的。尼龙绑带可以换成辐射板，话说我已经好久没带过绑带了，法玛斯留给有缘人，我还是多带些变卖物比较实在。就连眼皮子底下的箱子都不开，那人到底有多肥啊？又一个盒子，精美来了，太好了，我的装备已经接近突击仔的最高境界了。你听，有人正愁好装备没地方发挥呢，来的可真是太是时候了。拿下他，就像刚开始的我一样，还有点东西呢，这把我已经超级不亏了。那就返回吧，赚翻了，已经380万。可惜不是什么好词条，好词条给他都白瞎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明天见，拜拜。